本港连日暴雨，多区都有山泥倾泻，西贡菠萝斜路山泥倾泻，阻塞前往南山村的通道。星期六朝，工人到场清理山泥和塌树。现场有政府人员说，需要进行喷浆工程，暂时只可以给行人通过。在沙田道峰山路一段斜坡，一幅大约四米乘三米的山泥塌下，但是没有阻住山路，只是等待人员处理。